的题目呢，可能对很多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来讲是很容易答对的，可是对于演艺圈的来讲，如果答对的话，应该算是很难得的事情，就是我们要问一些跟搭乘空车还有捷运之类的票价，还有各种优惠的条件。那今天要来做这个测试的是五位明星哈，你们好。然后有一瑶是小朋友，所以可以搭，完全搭。OK， 瑶瑶没穿裤子，限制级。有了，只是有点短而已。不可能，你去搭交通工具的时候不可能穿这样吧？哦，绝对不可能。就算穿这样，我会故意把衣服拉高一点，证明我有穿裤子。会化妆吗？化妆的话，可能就下完通告之后，就是带着妆，然后就去搭捷运。就这个妆吗？都这个妆。你今天的眼妆好像比较收敛哎。对。上次被我们素颜鼓励过之后就。对，至少你们说我素颜非常之漂亮。非常漂亮。我们没有说你漂亮，我们是说电视上漂亮，本人不好看。他状况很特别，就是他素颜之后，其实在现场看有点像男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从我们这个电视上拍出来以后，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点的眼线的感觉，就变得很欧洲。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个新外号了，就是祖名。他有时候会跟小钟哥他们约去吃饭，他就直接说：“喂，祖明。”我还说：“你说什么？”他说：“祖明。”我想啊，是我，我是祖明。对，成龙大哥下次遇到他就会误认为是自己的小钟。元气，瑶瑶应该要搭的。那徐主播，我也是搭，但是捷运的时候就搭捷运吗？有啊，有啊，对啊。他要跟我们聊他在捷运上被骚扰的事。哎呦，哎呦，哎呦，而且很多次。哎呦。真的吗？没有做效果吗？没有什么做效果，不是真的啊，真的有遇到被骚扰啊，而且就是因为上了康熙之后，上他都是男生，合理。你是你穿很辣吗？没有，不是，还是穿短裙？没有啦，不是，最主要就是可能别人就认出你是谁了，可能就是他们觉得你还不错，骚扰你，对，就慢慢接近你，这样一直靠近靠近这样子。凯蒂从。纽约回来就开始搭，还是去之前就搭？去之前就有搭。你去之前台北还没有捷运吧？有板南线，因为我活动的范围其实只有两站，嗯，就是从忠孝新生到忠孝复兴，15块跟200块，干嘛要浪费中间的钱？可是你的长相在捷运应该算是很出色吧？可能卸了妆好像不太一样哎。你还没有来我们这边卸过妆。没有，也没有打算要来。有差那么多吗？啊，是。看起来没什么，不会有差太大。是吗？应该不会差别。大家后来渐渐想法都会改变了，就是谢谢也无妨啊，就哦，真的，闲着也是闲着，可以来谢了，我都谢过了，分享一下。哦，好好，对啊，没差的。我有来，对，没完全没差，他还好。哇，那你他上次连衣服都脱掉了，衣服都脱掉了。建国上次连衣服都脱掉了，可以播吗？你上次脱完衣服，脱完之后。家庭如潮，真的。又腼腆又……对，就很多人就会写说：“哎，你身材真的这么好，渔网上包的这么紧，大家看不出来。”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大家自我感觉良好。没有，那个是真的是两位，不是那是网友写的，写给我的，告诉我这样子。自我感觉良好。郭慧，你今天穿什么？我今天穿就是蚕蛹装吗？不是蚕蛹，是那种比较韩系的，到高腰。快要你的上衣跟裙子搭吗？搭呀。你的上衣跟裙子不是应该？其实它是一个洋装啦，感觉是一个洋装。但是我觉得，那你外面弄裙子干嘛？因为我觉得穿上康熙可以穿休闲一点，所以我就把洋装把它。不是重点是不搭。真的吗？不是，因为它就已经是一个洋装了，你硬加一个短裙。那现在脱掉好了。然后它其实就是我故意把它是一个 one piece 的洋装。对，就我故意把它搭的休闲一点这样子，因为那种裙子里面不是应该要搭一个白 T 恤，然后让它有一点是。它接下来就是要幻化为飞蛾之类的东西啊，就还在泳衣。你是希望我们称赞说你很有创意，就是有创意，然后又就是你知道休闲中的时尚。我的主题。唯一不适合搭乘的应该是你耶，丁柔安。你应该老年人也可以做捷运啊！我说你应该做过贵妇的生活，不是吗？你不是应该有瓜哥的大轿车可以接送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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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其实说实话，台北是很难停车，不是故意要怎样，就是因为真的很不方便啊。没有啦，瓜哥没有帮你请司机。
这我没当司机就不错了，还请司机。我通常多半就是坐捷运、公车比较多，因为省时。嗯、不会连瓜哥也搭吧？哎，会耶。瓜哥搭过捷运啊？瓜哥搭过引起骚动吗？没遇到。不是不是，因为包围。对他本来也觉得他很想搭捷运。然后呢，他就觉得说没有搭捷运。我说我跟你讲哦，搭捷运的感觉就有点像出国，好过瘾这样。他说真的，我说真的。就后来有一天，因为放假没有露营，然后我们想说去淡水那边要找朋友。那淡水你知道那个地方进出一塞车就不得了，那晚上又要开会，所以我们就坐捷运去淡水，然后再出来。OK。然后这个很难得的经验，他有易容吗？他没有易容。我跟他说千万不要，你平常不要讲话，其实人家认不出你来。哦、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就要请他们开始回答我们的问题了。然后呢，只要一个人答错呢，我们就会替你们处罚那个杯杯。啊，好玩耶！那就全部答错。对啊。我可以纠正他们吗？你能够是不是？可以，我平常都在坐捷运，在搭公车。所以你如果提供了正确答案，就可以免于一劫。你现在写书哈。啊，没有没有没有，你要出自传吗？啊，你的人生是要结束了吗？还没有，就是娱乐圈啊，发生的一些好玩的事情。什么事？就是包括跟两位相处啊。你书里面有提到我们？拜托一下嘛，可以拜托一下。可是我们跟你相处一点都没有好玩的事情发生啊。我们又没有互动。那我最主要是写我自己觉得好玩的。好，所以等一下你要帮忙大家答题哦。好，欢迎五位请坐。来，请坐。S 啊，这题目可能你会和陈汉典一起被打哎，难吗？真的难吗？第一题如果没有人答对的话，是捅他左眼吗？左眼哇，第一题就捅左眼了。可是以不瞎为主，只是伤到眼那个眼角膜而已。好可怕！哎，好好打好不好？是靠脸吃饭。目前台北市的公车票价，徐建国，请问成人票？是多少钱？十五啊！漂亮，啊、漂亮，真的、啊，真的、啊，十五元啊，会耶，真的会啊！答对了吗？哇，答对了，太简单了，你保住了他的左眼嘞，谢谢。那下一题就是右眼了，好。瑶瑶，台北市目前公车票价，学生票多少钱？十三。我保证十三。是一样的钱吗？学生票价是12元，怎么可能会十三？来来来，请。右眼是哪一只？右眼。哈哈哈哈哈！太远了，不是？这你是真的会碰到哎？对啊，我眼睛。你怕？你怕就回家。哎，这自然反应会闭麦，要不要你试一看？你看身上会不会闭？他是要攻击我吗？对啊，他是要攻击我吗？你要置我于死地吗？你想要坐我的位置是不是？没有啦，他上面写说他是康熙一哥啊，我看到了。当然是。下一题问王凯蒂好了哈，那个。你觉得是用撩阴腿来对付贝贝吗？撩阴腿可能是用那个鞋跟踹他胃部吧。哦，你还知道胃在哪里的？啊，凯蒂，台北市公车票价，儿童优待票是？儿童我们的是哎，8块。漂亮，8块，我挺你啊，我挺你8块。司机跟我讲的。那请问老人优待票是多少？老人跟学生一样吗？12。老人是12对吗？哎，不，哎，不，65岁以上不用钱啊。我告诉你，正确答案是儿童优待票是8元，老人优待票也是8元。有什么事情吗？现在鞋跟在这里，武器跟在这里，是你自己用胃部撞上来好不好？对，自己来。啊，其实我也不知道胃部在哪里，我已经紧张到不知道胃在哪里。那你说中天一哥是谁？康永哥。康熙一哥。康永哥，我等一下要改，好不好？那你排第几？我很后面啊。你是什么？你的角色是什么？又是康熙啊？怎么是朱建一个观点？哎，幽默的人不会生气。最后讽刺我们不幽默哎。爱生气吗？是很好的陷阱哎。没有没有，你很幽默对不对？不得了了哦。那你讲个笑话，如果5个人都听得懂，我们就不听你胃部。你确定吗？对，加油哦。不要情色的，要合家观赏的。确定。对，来加油哈。有一天。数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数学老师上课，真的，你们仔细听啊！我不要你讲啊，不要讲过的。对，那数学老师啊，这个讲过了是吗？讲过了。好，有一个，有一天小明，小明他去中药店，跟中药店的老板
就是要订中药。哎，老板，我要订货。然后老板说，啊，你要订什么货？然后那个小明说，啊，我要订枸杞啦。然后老板说，你来啊，你订枸杞，你来嘛，你来啊，订枸杞，订枸杞，订枸杞。老人票8块，那个学生票也是8块，订枸杞。看点，用喉结顶高跟鞋的鞋尖顶到它弯掉为止。高跟鞋，我有一千，我有一千。你是不是很想坐牢？下一题用这一题绝对会害你被罚，确定吗？很难。猜错的话就要把我整个高跟鞋塞到嘴里。那你要穿什么？好，那丁柔安。很难啊。柔安姐加油。加油啊！身高未满几公分，搭乘捷运免费。120吗？好像不是。我答太快了。你们选项，选项，再来选项，再给你一个机会。不是110吗？好像是110耶。110啊，好，110跟120，请你决定一个。110吗？好，正确答案是115。讲一个笑话可以逗我笑。好，就有一天，有一对情侣，他们去看一部电影，对，世界末日。然后看完世界末日之后，那个女生就问那个男生说 ：“Baby， 如果真的有世界末日，那只剩下一分钟，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那个男生就满腔的热情，满腔热血，就说：“我如果只剩下一分钟，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然后那女生就想说 ：“Baby， 那你剩下45秒，你要干嘛？”他开了什么啊？是色情笑话。不是有笑吗？有没有笑？他是被吓到的，没办法，我也被吓到，是被惊到的、啊。这是一个很粗鄙的笑话，对啊，他快流眼泪了，好不好？说太长了，快流眼泪。你怎么可以在康熙说出那3个字？不是，因为我真的不想说呢。不是怎么？你有完？你有听到他？别跟你讲，有人性骚扰，我觉得很性骚扰。徐建博在捷运被搭讪，化身板南线之花。说的你在捷运上面的艳遇，都是你先用眼神跟对方接触的。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误会。我有戴墨镜上那个捷运，然后我也是戴耳机听音乐。最恐怖的是，我就赶快下车。你有把耳机分给他听吗？你是去哪一条路线吗？我都是搭那个板南线的。先把这板南线之花。请你们那个用白板，全部的人都作答哈。捷运上贴有禁止饮食的标志，是。捷运如果开出来的罚单的话，罚单是从几元到几元？几到几啊？几到几啊？人呢？好，这个还真看到了一个国会，你的答案是从600元到3600元。嗯。丁柔安是600元到800元，凯蒂是1500元到2500元。李建国600到1500，然后1500到3000，我给你第二个机会，有人答对的吗？你可以提示一下说有没有吗？有没有人答对？然后我要去选答案的。我跟你讲哈，选一个，有人那个起跳的价钱是对的，对对对，可是上限的那个罚款一定是我，没有人答对。阿莲，我上限没答对，是1000，我知道，怎么不知道有1500？最最低的1500到4500。漂亮，谢谢，谢谢大家。1500到4500，有对吗？好贵啊！不可能，如果你违背了禁止饮食的条例，捷运可以开处的罚单，底线是1500，而最高可以到7000。哇！7500，我记得有1500，可是7500也太多了。我记得好像是什么。哎，我给你一个选择，吓到！你可以吞自己的拳头，也可以吞许建国的拳头。我拳头很大啊，许建国。那当然，我吞我自己的，我自己拳头可能还比较小。我比较想看你吞许建国。真的吗？没关系啦，自己的可以折小一点，自己的看看。真的吗？好不好？试试看。啊，因为各位观众应该很久没有看到这种吞拳头的戏码了。好，来吧。哇，你进得去吗？好，去请水。但是万一是距离很远的捷运，不就是会很饿吗？会耶。对啊，譬如说你从淡水坐到新店就很饿了。淡水红树林竹围关渡中一复兴港北投旗舰七里岸吃排名的自杀四年间南园买米买。
哦，为什么？为什么后面无疾而终？为什么？再一次啊！好，再一次，再一次。淡水红树林竹围关渡中义复兴安北投旗岩旗店示范民的芝山士林建潭圆山明年新域双连中山台北车站台大医院中正纪念古亭台山大楼公馆万隆金美太平林基站金店世博所金店。哇！有运动气，下课吧。请问这个是什么时候要表演的？就刚刚的时候，刚刚那个。你等我们做捷运这一集等了这么久啊，已经准备了大概。将近五年的时间，为了背这个气势才那么差吗？啊，对，好厉害哦！所以你现在搭捷运是知道下一站是什么的？哎，知道知道。哇，那你可以倒过来背一次吗？哎，不行，我们只负责淡水到新店。所以新店是最后一站吗？新店是最后一站，所以我们不能从新店坐回去吗？哎，可以，但那个就会比较慢。那新店是空座。这算什么技能啊？不能倒过来。那请问有没有那种装熟的人？有吗？对不起，你好激动，好开心哦。就陌生人过来装熟吗？超级装熟。怎么聊什么呢？他是一上车他就看到我，然后其实他是个女生，我觉得他应该差不多才国中吧。他一看到我就说啊。你是那个瑶瑶对不对？哎，我跟你讲，我最近啊也有签约进入某个公司，我也要即将就是要当艺人了。这样很好啊，但我觉得他在骗我啊。所以你是觉得他条件没有很好吗？是也没有啊，但我相信他应该只是跟我开个玩笑这样子。嗯，然后就开始跟我讲说，哎，你知道吗？演艺圈哦，很多人都跟我很熟呢。哎呦，然后讲说，哎，那个谁谁谁真的很讨厌或什么，就一直跟我大聊演艺圈的八卦。他就讲了一些，可能就类似像我们这种妹妹，就是也没有到非常红，但是就是知道的人的名字。谁？就是类似其他妹妹之类的。所以也是在攻击黑社会妹妹，就对了。对，因为那时候黑社会妹妹非常的多。那这样聊的时候，你不是应该？我很尴尬啊。对，这样好像你走掉也很没礼貌，对不对？对，然后他一直讲说什么，他就即将要发片啊，然后以后也要就是跟我们一起当艺人这样子啊，多多指教或怎么样怎么样的。是。对啊，我就觉得。后来有没有真的在节目里遇到他？没有啊，没看过啊。所以你就是礼貌的应付一下，是不是？对，然后后面赶快我的站到，我就说，那我祝你一切顺利哦。你好，那还蛮有礼貌的。你很有礼貌，祝他顺利的。嗯。所以其他人都不会遇到这种装熟的人。我有碰到，可是我真的提早走，因为那个妈妈她很好，就是我觉得在捷运特别不好意思，但是她真的太安静了，就除了上下课，她真的很安静的地方，所以那个人会聊到那个空间，你觉得是很定住在那边的。对，你讲话别人都在听，是不是？对对对。公车我就不会下车了，可是捷运我真的会下车。说啊，我车站到了，然后就下车。我到了，我到了啊！谢谢你，谢谢你。这个没有脱身之计。可是我也碰过类似的，可是情况跟你们不太一样，是。就是我在车上就听耳机，就有个人走过来，他就拍拍我这样子，他说，哎，你，我就说啊，对，我是，他说，他就接话，你是什么？他有没有说你是什么？对，他就说你是去那个五分埔吗？我就说啊，哦，不是，我以为是他认识我是谁？对，他说你是，我就对，我是，对，他说，要不要拍张照？不是，他就说你去五分埔吗？他可能是来问路，哦，然后这样子讲。那你不是很尴尬吗？对，很尴尬，那个很尴尬。那时候又想下车了吧？非常想下车。那个真的很难下车。去五分埔是认为你要去批发衣服？不是，就是他可能，我觉得那个车站里面的乘客是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真的。他可能就是想要问你说，哎，五分埔怎么走？可他不是这样问，他直接说，哎，你是。然后我就哎，对，我是。然后我想说，他可能知道我是谁。你很想在捷运上交朋友，对不对？对。所以你是不是很希望他认出你是许建国？就有时候会，我会矛盾的。你是张狗吗？我都尽量低调，然后又怕人家认出来，可认出来你又不好意思不打招呼。所以你说的你在捷运上面的艳遇，都是你先用眼神跟对方接触，对？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误会。我有戴墨镜上那个捷运，然后我也是戴耳机听音乐，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音乐声很大，因为那个捷运里面不是广播哪一站要到，我根本听不到，我就会就回头这样看。刚好回头看的时候，那边就刚好那个角落就有那个人在那边，可是我有戴墨镜啊，根本没有眼神对到，可是那个人就默默靠近你旁边，然后就过来这样子，然后是什么样的人？一个穿红色衣服的一个男生，帅吗？帅。我根本没有很仔细看，就他一直很贴近。那你干嘛看三次？没有，我就看我的站到了没有啊？因为我里面听的是音乐啊，我想说，哎，再看看哪一站这样子啊。
没想到他以为我在跟他示意，就他就过来，然后我就最后他过来跟我挤的时候，我就往旁边走，他就跟我一绕走，最后我挤到那个角落那个地方，他还是跟着我过来，逼到要死我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就已经是背靠着墙了吗？对，好可怕，压在墙上，后来没有，后来最后我就干脆到渐渐的闭上了眼睛，小心一点。最恐怖的是，我就赶快下车。你有把耳机分给他听吗？蒙甲的情节，然后最恐怖的是，我就下车，我就赶快走。他结果他也跟我一起走，哎。他如果对，他也跟着我走，他觉得我可能是要暗示他什么样的东西。他如果这么近，你应该看出来他长什么样。因为我那时候很害羞，不是害羞，就很紧张。因为你知道碰到这种事情，你也不可能说，哎，你怎么样？就人家搞不好就说。所以他到底跟你跟到什么程度？最后就出了捷运站，他还是站在我后面呢。后来我就找了那个加州，因为他是要会员才能进去的，我就凭着会员才进去，他就没办法进去了。我去别的商店，他可能跟进去。哦，你在捷运上被这样子追不止一次哦。还有一次，可是因为那时候是人很多，那时候下班时间人很多，可是我不晓得那个是不是真的被骚扰，他真的有贴到他的背贴到我的后面，就很挤啊，然后我就挪开。很挤这样不算吧？可是我有挪开啊，我有挪开，可他就会跟着，对，他跟着贴上来，好恐怖。然后我手这样摆过来的时候，他的手会那个握住你的手，没有握住了，他就会不小心碰到，一直跟你手这样碰，我手就会挪过来，就觉得很奇怪。所以你现在是在跟我们说你在市场上很受欢迫？不是，我是觉得你是市面上炫耀感，特殊哪一条路线吗？哎，我都是搭那个板南线的，所以你是板南线之花。很好笑。郭慧妮，你也遇过吗？有一次就有一个北北对我吹气，然后我就想说，就人挤人嘛。那你知道木栅线那个车厢就很小，他就挤在后面，然后就一直感觉有热气这样吹过来。那我就想说，这到底是我多？哎呦，我给你吹好远啊，感觉很像被火亮，好可怕哈，就是很像是。哎，好不舒服哦，就是很像是他在均匀的呼吸。北北，你在那个角角可以吹得动吗？哎，这没有感觉。对，然后他就在旁边吹，想到底是他均匀的呼吸，还是他故意的？然后就想说感受一下哈，就真的是他故意吹的。结果想说会不会误会他，想说感受一下，就真的是他故意这样吹气。然后我就频率是什么？就是感觉他是一直 one and two and 没有，他有用力。你感觉他这样？还有他的嘴型有用力的感觉，因为如果是呼吸的话，应该是散开的。他有用力，然后我就吓一跳，我就可能瞪他一眼。吹气的乐趣是什么？对呀，我觉得你吹气的目的在干嘛？就是性骚扰啊。所以你用力吹气，你有转头跟他四目相对吗？我看到他惊慌的，然后就看到一个北北，然后还戴一个工地的帽子，我就吓得逃走了。然后他的嘴型真的是这样吗？没有，他就呈现在那种无辜状这样子，就是那种无辜放空的表情。所以会不会是气喘？还是会感觉到的，所以你没有遇到贴过来的人？贴过来的有搭讪的，有一次搭讪很尴尬，就是遇到一个貌似业务的男子，就是你知道穿西装，然后提了一个那个公事包，然后我就也是很挤很挤，在板南线上面，然后挤到就密不通风，然后他就因为我就站在他旁边，然后就已经靠在一起，就太挤了，他就跟我搭讪，他就说。小姐可以跟你做个朋友吗？那通常我遇到这个，我就会讲说不好意思，我不方便哦。然后一讲完之后，就还是你知道吗？为什么不方便？因为我通常都是习惯这样，在路上通常被搭讪，就不好意思，不方便哦，先走一步就刷刷走掉。但是我那次忘记在捷运上，就不好意思，不方便。然后你知道两个就寂寞，这样子搭下去。然后我想说，我应该换个借口，来不及了。那怎么办？这时候可以闭目吗？然后我就想说，你说在那边这样子闭目。王凯蒂遇到变态的怪客，康永却没有在担心他。凯蒂，你碰到比较捷运事情是在纽约吗？在国外。那一天呢，就下捷运，然后我就想说，奇怪，这捷运怎么那么黑，都没有人，是很冷门的站。然后一回头看，就有一个男的在对我打手枪。超害怕的。然后我就一直往月台上。这样的状况应该是不会追上来的，他应该是定点上的。因为那样不方便呢。对啊。他有莽撞的心情。对啊，就是这样不方便抽吧。你很顾虑到他的行为。对，我没有想那么多。碰到这些事情还算冷静。算冷静，但我有一次被学生骚扰，哎，很可怕，就是在跳完那个之后，国标舞之后，就被骚扰。孔雀舞还是？就是印度舞。让大家大骂。第一次的国标舞。第一次的印度舞的那一次啊。
后来搭捷运的时候，就有一群学生就是有动手哎、欸，我在听耳机，然后他就这样子，就这样子一直弄你，然后还踩我的脚，哇，然后我就一直被好可怕，用力踩吗？用力踩，而且那时候已经是木栅线，它你知道木栅线它很奇怪，它到了晚上十一点过后会很慢很慢很慢，就是像老爷车一样，然后我就正好搭到最后一班车，然后我下车了我也没有车可以搭，所以我就不能下车，我就一直躲在角落里面，然后那群学生就包围我，然后我听耳机，然后以为我听不到，就弄我的脚啊，搓我的身体这样子。那你没有闪？我没有闪啊，因为我想说再盯一下，再盯一下。你说他们没有讲话，只是搓你而已。然后我就有听到他们讲说，哎、欸，是他，再弄他一下，看有没有反应这样子。搞不好想听你讲讲话，好可怕哦！我真的被吓死。他们可能是要跟你说你钱包掉在地上，还是？然后一直不理。再听一下，是男同学吗？男同学，一群男同学。哎呦！然后还有一次有听到同学讲我坏话，然后没有认出我来。就是我就是素颜，然后戴那个棒球帽，没有认出你，还有人背后讲你坏话。对，我就正好听到有人在讲我的事情，然后我在玩手机，这样子这样玩，然后就听到旁边有一群男生，然后就讲说什么，就是讲说哪个女艺人正啊什么的，就说哎、欸，那主播谁正，就是讲说，哎呦，不要跟我讲是那个舞跳很烂那个孤魂牛，就那种很恶劣那种讪笑啊，那我就说哎。欸在讲我吗？是我本人吗？可是这样起码有称赞你正呢、啊。但是他就说：“哎呀，看脸啦，就只看脸而已啦，不要看跳舞，就讲类似这样子开玩笑。”那也是夸奖啊。对啊，那我就想说，要不要就是当场吓他们？什么？在讲我吗？这样子干嘛吓一跳？看我吗？结果嘞？你有想对不对？我有想啊，但后来就是还是没有窃笑的就走了这样子，就想我不要吓到小孩子。那丁柔文，你刚刚讲的那个日本客人的事哦，日本客人他就是刚好在我们的前面，然后我们你跟瓜哥两个人在搭，对，我跟瓜哥两个搭捷运，然后去到淡水，然后一个是台湾人，一个是日本人，然后可能那个台湾人就回头，可能就哎瞄到瓜哥，然后他就刚好他讲的日文是很简单的，刚好我又听得懂，他就很简单，他就在想说，哎，你后面那个我们后面也有个是台湾的艺人哎，日本人说哦，真的吗？然后他说：“对啊，台湾艺人哦，那个，然后那个日本人问他说有名吗？他说有名有名啦，这样就是可是语气不是听起来不是觉得很好很奇怪，就哎有名有名啦，我就心想那我也蛮想听的，我就慢慢挪到前面去。其实我已经蛮近了，我只在站近一步而已。然后想说那他是唱歌的还在聊，他在唱歌我以为就讲完，还是他唱歌啊，还是什么演戏的啦，要干嘛？他说他是主持人这样。哦，主持人呐、啊，后来他有加一句他说。”有名很有名啦，有点像志村健那样。那很推崇他。对，那我觉得终于讲出一句赞美的话，因为前面讲话完全其实不太好，我才跟光雅说啊，在讲你。我说讲我什么？我说他在讲你像志村健，我很有名。他说啊，可是那个男的你就觉得好像还想再聊，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因为你就把这两个当透明的人，你知道？就通常你只会讲说，哎，那摇摇。因为他们在讲日文，他们认为你们听不懂。可你只会带过，怎么会一直在讲这个人？可是这个人就在你旁边哎。那我现在有点忍不住，我就想说，谢谢你的介绍。所以凯蒂，你碰到比较对于捷运事情是在纽约吗？在国外。OK。我觉得台湾的治安比较好哎，就是那时候我刚去纽约，然后大家就跟我说治安很差，然后就有一点心理准备。然后那一天呢，就下捷运，然后我就想说奇怪。这捷运怎么那么黑，都没有人，是很冷门的站。然后一回头看，就有一个男的在对我打手枪，然后我超害怕的。可是我的个性是，我遇到让我害怕的事，我反而不会尖叫，然后我就这样盯着他看吗？就看了他一眼，然后就想说，哦，就是继续往月台的另外一边走，因为国外的车也不像台湾，就是每三分钟就来一次，还蛮久的。然后我想说，天哪，我心里就默默祈祷说，拜托不要追上来，拜托不要追上来。然后就一直往月台前面走。这样的状况应该是不会追上来的，他们应该是定点行动的。他有慢慢跟着我，真的假的？对，可是他就没有冲上来，太忙了，因为那样不方便啊。对啊，他要忙别的事情。对啊，就是这样不方便冲。你很顾虑到他的行为，对，我没有想那么多。那个事情好像很难快速移动中完成吧？怎么可能？没有经验，所以你后来就有躲避。对，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应该就直接出月台就好。可是我不想浪费，因为那等于是台币100块，然后我想说，我就在月台再撑一下就好了，再盯一下，再盯。对，然后后来就是他有慢慢跟着我到月台的底关，可能那时候车就刚好来，我就赶快上车。那上车后，万一车厢里也有什么状况怎么办？车厢里应该人比较多吧？车厢比较多变魔术的啊，什么有的没的。
变魔术，车长都还会唱歌给你听。对啊，你唱完情人节你真的要给他钱，要给钱，不然就在国外的。对，国外的。可是后来我都不给了，因为后来就发现他们赚的时薪比我还要高，每十秒就可以赚大概300块台币。因为人太多。对啊，因为他就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对。瑶瑶是有公然在公车上哭，是不是？啊，哦对。因为我是因为其实公车它的那个行程非常的长，然后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是因为我通常我都是坐在靠窗的位置嘛，然后坐在那边我就忽然好想哭，就开始在那边一直狂哭，但是我没有发出就是的那种声音，就一点点啜泣，就是流泪，对的那种声音。然后我真的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哭超级久，然后旁边有坐人，就是他完全也就是当作没事。我觉得也还蛮感谢他的，但我就一直哭，忽然后面就有人这样子从后面那个椅子的中间这样戳戳我，他戳戳我，然后他就拿一张卫生纸给我，哇，然后是一个男生，这时候会哭更惨，对，他跟我讲说你没事吧，你不要哭了，哇，很感人呢，我觉得这人生也太温暖了吧，就真的觉得好感动，看里面擦眼泪，不会要哭了吧？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那时候很感动，然后擦一擦眼泪，我觉得哇，人间处处有温暖，结果这时候再看到旁边的女的。在那边看风景，你知道吗？不然呢？你希望旁边的人？不然呢？他也要加入，正常好不好？丁若安公车上扑倒，小S自救有一套。公车跟捷运坐很久，我其实有点洁癖，所以我蛮怕碰坐的那个环把。所以你从来没有很丢脸在底下在那边扑倒吗？唯一一次。那我的右脚现在应该还会有个痕迹，可能不是很明显，就是我的脚就有一块就肌肉整个断裂，我现在这样平平的摸到一块肉还是断裂，你可以带绳索把自己跟那个杆子绑上。因为我原本觉得旁边那个女生她也还蛮好的，因为她没有就是可能露出打扰对不爽的时候哭屁啊，他没有这样讲，那时候觉得他还蛮好。应该没有人会你在哭还说哭屁吧？他你以为你在拍 MV？ 他是怕你不好意思，所以不好意思，他也尴尬。对呀、啊，旁边有人哭，我们应该是假装没看见才是。是啊，但是因为后面他拿一张卫生纸给我，让我觉得太温暖了，就反观觉得隔壁的女的应该拥抱你吗？你的男生去帮他拍照，就完全当我是空气耶。如果是我会装睡，我会假装睡，就装睡，然后哭着装睡，一定会，因为难不成要安慰你吗？就忽然觉得说，像后面那位男生给张卫生纸，那后面的男生得到了什么呢？哎，他也没得到什么，所以你就谢谢他而已。对，但那时候觉得好温暖哦，就觉得这社会，可是你有跟公车司机大吵架过吗？有，什么事？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说公车它不是会有那个到站的铃吗？我一按就代表说我要下站，提醒公车司机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我就跟我男朋友就是一起坐车嘛，然后那个车上也还蛮多人的，我就觉得行动不方便，我想说那我就先按，让他知道我要下车。对，就按了，因为那车子快到站了，因为我都没有站起来，我想说可能差不多快停了，我再站起来。对，就后面的司机他就给我，几乎他就给我开过站哎，我后面想。我有按铃呢，你怎么开过站？我就跑到前面去跟他理论，就说司机先生，你为什么没有停呢、啊？我刚刚有按铃呢、啊，难道你没看到吗？他们说没有啊，我看没有人站起来，我以为没有人要下。然后我就开始那边跟他那边对骂，骂了好久。他就一直说你有问题啊，你当然要按了铃，你还要站起来啊，否则我怎么知道你要下车？你为什么不就在中间近一点的地方赶快下车呢？没有，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这车上人很多啊，反正不是照理说应该是你按完铃之后就默默往前移动哎、其实我最讨厌这种乘客。他耽误其他人下车时间，又不动，对，不动，人家就以为没有。然后他停了车之后，你还要慢慢这样子下车什么？而且你就算要跟他理论，不是也应该说，那请你现在就停，因为我还要。对，我就叫他现在就停，他死不肯，因为那没有站牌，你要叫他停站还不行，他就一定要到站，没无站就不可以停。对，不能对。你有没有做博爱做装睡这种事？没有，我有，不做。没有啊，我必须要讲，是我那是以前。哦，我要先讲以前我真的有装睡过，就是上公车的时候，我们学生的时候一定会装睡。我记得我有一次，因为就是我不是坐博爱座，可博爱座有人坐，然后就是有那种老先生太太，那个怎么看的就看不下去啊，我会起来抢座，然后我就会大声讲说，真的要起来让人家坐，如果是你这样，我就会这边念一直念着你，我就是那种。看不惯我就，所以你如果时间过在装睡，你就会把它念到站起来。我跟你讲，我就是有这样的经验，我会忍不住，就是这样的经验。我在捷运上，我真的很累，那天真的睡着了。然后，可是你睡着的时候，可能还会听到别人隐隐约约讲话的声音。然后，因为我也不晓得，就刚好坐在那个博爱座，
后来我就那时候室友就旁边有人说，哎，还不起来让座，让还不起来让座，我就听了一句，我以为是讲别人，你吗？我以为是讲别人，我就没有理，我就可是我那时候很累，就一直想睡这样子。后来最后那个人说时迟那时快，那个人就那个手就打我的头啊，真假的？他说你还在那边装睡，就直接打过来哎，他说你在装睡，那时候。那我就多久以前的事情？当主播的时候，艺人的时候，你当艺人，真的很累。真的，发现那天真的很累，我不是刻意要这样做。可是你做不爱做哎，可是没有没有，我刚好是在最后面那一站，要准备往前坐嘛，就是在内湖那边最前，因为人很少，你就可能随便坐下去，也没顾虑到那是不爱做。后来没想到，后来陆续有人上车之后，那时候我已经在睡觉了。你很累，为什么不坐计程车？捷运比较方便啊。因为他是本来性跟人家搭讪，哦耶，很累还是要去练力。然后我就立刻站起来，然后跟他那个跟那个被他扒头啊，对，然后我就立刻站起来跟那个乘客这样四目相交，然后他就说，哎，你是，又说你是，我没有，我就立刻低头，我就对，我就往前走。我要去五分埔。你站起来还被人家认出来是徐建国，对，所以我觉得很丑哎，所有的人都认识，这样子应该上一站看的故事啊。真的哦，我觉得那次真的是有爆。现在应该要退出演艺圈哎。那个人认出你来之后是有笑容，他还没有，他还来不及讲话，我就人已经走了。我说哦，对不起，我先跟他说对不起，我就走了。你们其他的女生如果被跟的话，是要躲到某也像他一样躲到健身房去这一类的吗？躲到便利商店。我就要往人多的地方去吧，而且像你刚刚那样，我一定会往外面，往街道，就是如果看到怪东，应该往亮的地方去。因为你跑到箱子不死掉了？他到健身房并不是在躲避，还是在引诱，说你进来吧，我们一起吃饭。另外一面，欢迎光临到你这。郭慧，你是有去躲到便利商店？我都是躲到便利商店。我有，因为那时候是我打工下班，所以那时候蛮晚的。差不多11点多的时候坐板南线，那时候我在台北车站等车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个男的，他一直在就是一直看着我，而且看得非常的明显。我想说那应该没什么，后面因为11点，其实说真的车厢上面还蛮空旷的。然后我一上车之后，他就立刻坐到我旁边哦，然后他就这样一直这样看着我，然后我就余光就感觉到他是不是在看我，但是我也不敢这样翻过去看，我就这样子一直这样偷看，然后他不跟我讲半句话，就一直这样静静的这样看着我，我们觉得不对劲，我赶快再换了一个位置。他站起来跟着我走，他走到我的旁边又坐下来了。我就心想他到底想干什么？后面我再换一次，但是我就换到已经有人坐的位置的旁边，就我跟另外一个男的一起坐。他就站起来，他就不坐，他就站在我的前面拿那个杆子，就在我正前方这样子拿着杆子。他就是要看着你。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要在国父纪念馆站下车，是，然后那个车到了已经开门了，我就不下车，我心想我不下他也不下，然后那个噔噔噔噔就是那个要关门，对对对对，然后立刻冲出来，他也跟我一个顺步冲出来，好恐怖哎，好敏捷哦，对，而且他完全都不讲话，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后面我就因为那时候真的已经蛮晚了，我一出来之后我就立刻走到华视旁边那边有个 Seven， 立刻走到里面。但是他没有跟着我进 Seven， 我在里面待了好久好久，他后面发现好像有点没趣，他就才走掉哎，由始至终他没有跟我讲半句话，就只是跟着我，只是想看着你而已。是真正感觉更恶心，我觉得你跟我讲话，是吧？还是只有你看得到那个人？对，不可能啊！都还维持这个习惯吗？就坐捷运跟公车，因为其实就公车跟捷运坐很久，我其实有点洁癖，所以我蛮怕碰所有的那个环把。我觉得其实抓那个都是搭拿，那你如果等一下下车没地方洗手，所以我其实从以前那时候我就一直练救生，几乎能不碰就不碰。我一定上去站着这样吗？一定站着，然后怎么打开，然后有点马步，对，好夸张。我一定从头站到这边。所以如果在机场你搭那种接驳的，那个太平的我一定不会。突然刹车，你就是会。没有，我几乎都不会。所以你要这样，就车子是这样开，你要这样站，对，不能这样站吗？不不，要顺着这样站。你要下车的时候，有时候会很晃，对不对？对对对，这样。然后因为公车是一个一个那样坐到前面，对不对？因为我都几乎站着嘛，我不会到后头那边去，所以它是一个一个坐。我都很厉害，因为它的坐的不是把手都会有个那个，就肩膀靠背的地方，靠背那个，对，我都会。我这有点讨人厌，就是比如你坐在那边的前头，对，不好意思，稍微靠到你的后面，就。
碰到你的地方，所以就牵住我的身体，然后看有点稳了，我再跑到下一个位置再这样。小郑小姐好奇怪，对我都用我的屁股去撑那个棍子或者那张椅子去定住，万一他紧急刹车的话，这手坚持。所以你从来没有很丢脸在紧急刹车的时候就扑倒吗？唯一一次，那个是因为呢。我自己很稳了，因为我真的很厉害，我不骗你，我那种再厉害的，我可以稳到，就我还可以救人，就那种这样子的，我真的我是想救人，我都可以安利的，我还帮你拉回来，这样我很能站，在公车或捷运都行。可是有一次很倒霉，是我的同学讲话讲到人家没比手画脚，然后紧急刹车，我定住了，他就从我后面几个就撞到我，就他一撞我整个被，我是整个人趴在那个上面去，好烫哦。很烫之外呢，我的右脚现在应该还会有个痕迹，可是不是很明显了，就是我的脚就有一块就肌肉整个断裂，我现在这样平平的摸可以摸到一块肉还是断裂，就是那一次他就从我身上整个压下去，然后我就往前，然后起来没事了，哎，怎么了，怎么刹车，我在那边会痛到死掉，你可以再绳索把自己跟那个杆子绑住，快下一个我好像爬山一样，或者你自备拉环嘛，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我有次搭公车遇到很多细菌，哎，就是有个阿婆啊，你说很多细菌，很多细菌，就是这辈子遇过最多细菌的一次的公车，就是大只的吗？很大只的细菌，肉眼看得见吗？肉眼一看就觉得是细菌，就只有我跟一个阿婆，那阿婆呢就不知道为什么打了一个喷嚏，她把整副假牙喷出去，然后鼻涕也粘在假牙上面哦，这样。这样喷出去，然后正好就喷在那个公车的走道上，然后他就讲的不知道是客家话还是台语，我听不懂的话，就是不知道就讲了一串，然后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开始骂我，就啪啪啪啪骂，那我就想说他的意思应该是叫我把那个细菌假牙捡起来，但是因为他骂的实在太凶狠了，然后我就觉得这阿婆怎么那么可怕，后来就逃走了。都没有帮他挤，然后司机也没有主持公道，只有我们两个人，司机都没有主持公道，那个假又全部都沾满鼻涕，还留在上面。然后我后来就觉得有点愧疚，说是不是我逃走是错，是不是应该就是徒手捡那个鼻涕假牙？我就是后来就会很愧疚的问朋友说：“你会剪吗？你会剪吗？”用卫生纸剪。如果有带卫生纸的话，我会帮他剪。没有卫生纸。我刚刚突然想到，我在国外还看过有人大便呢，在公车上。所以我刚才说台湾捷运好多细菌哦。就是你知道有流浪汉，然后他们都带着自己的家当，然后他们就会还会带一瓶牛奶当他们的饮料，然后那个人可能喝完牛奶之后就想要上厕所，然后就开始把他裤子脱下来，然后我就看到他整个屁股，然后那因为流浪汉一进来那整个车厢就会超级臭，可那时候是上班时间所以很挤，然后他就是开始就是要上厕所，然后我们大家就然后你就看那个车厢马上那半段就空出来了，然后大家都挤在超远的地方，好可怕，出来的吗？看他大便蹲在地上，有我没有一直仔细盯着他看，可是我每过二十秒会看一下他 check 一下他的进度，进度的，对，大家的反应，大家的反应都是默默的观看吗？没有，他就是你看大家都很厌恶的表情，可是大家也都不知道，就是也会很想要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就不停有人会这样看一下，蛮难得的景象。真的耶，那最后就留在那个车上了。没有啊，到站就下车。没有，我说大便东西，大便就在车上。我走的时候还在，好可怕。哎呦，好惊人。而且很，还有看过尿尿，尿尿是还好，尿尿也有，所以大家都还会继续搭乘大众交通。会，对啊。再给你一下，看点应该不行了吧？有，我还是继续搭。但有一次比较尴尬，就是说有时候坐捷运坐，没有人问你怎么样，会有人跟你拍照。真的吗？对，然后拍照你就一直这样啊拍拍拍，然后想说啊，因为没有戴口罩，然后想说好，那就下车之后，然后到另外一个车厢，我就戴起口罩，就旁边有两个女生又开始讨论我。是啦，不是啦，是啦，要不然我们等下去问他嘛。然后我心里就蛮开心，哎，我戴成这样还有人认出我。是。然后哎，他也坐捷运，好酷哦。对。然后后来台北车站要下车了，那女生就拍我，先生，请问一下你是张孝全吗？